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5万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前方70里外的地方，是一个600年王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伤亡骤的几十万山呼海啸的军队。 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天地云暗，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苍茫大地。天时异常恶劣，大军首领亲自进行占卜。然而，卜兆却显示，这次出征并不吉利。 所有的照相似乎都在预示不合上天的旨意。历史关键时刻，这位部族首领违抗了天命，果断命令大军继续前进。一场被史家描述为流血飘杵的惨烈大决战即将打响。 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接壤处的两个村庄。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发掘地。长期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卜骨、卜甲以及众多珍贵的国宝青铜器。这里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所在的周原。 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大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绵》，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族首领古公亶父的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大约在商朝武乙时期，原本定居边地的周人不堪戎狄的侵扰，他们渡过七水河，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他们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族未来的宏图大业。 周人在那儿起源，而在那儿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过程啊，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的进一步的成熟过程，而且在那个地区，他和西北地区的好多这个处于青铜时代的一些族群有过联系。周人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经过了古公亶父之后，经过王绩啊，到后来到这个特别是到文王时代，就有了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准备，克商的这个准备啊，因此周原这个地方。 应该是周人准备克商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根据地。迁到周原之后，周人正式打起了克商的主意。这就是《诗经》中的另一首诗，毕公所写：“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其之阳，时时俭商。”后稷就是周族人的祖先。 这里的太王即古公亶父，意思是，自从古公亶父带领周族部落迁到齐以后，才开始筹划剪除商的事业。古公亶父带领周族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造城郭工事，建立官制，小邦州作为附属大邑商的一个方国，日渐强大起来。 周人的这种，克商的这个思想啊起源啊，那应该确实很早了啊，起码是王绩的时候啊。我们后来看到管他叫做王绩啊，当然他是称名称王，他可以讲，也可是后人追溯了。但是他自己独立起来啊，自己成为一个王国啊，来代替商的思想，我觉得在从王绩的时候就应该有啊。当然你说古公亶父他在。
他迁到周原来把周邦新建起来啊，也使自己强大啊。但是客商也许一开始还没有这种自信。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他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为季历的儿子姬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这样，为了让位给季历，大儿子泰伯和二儿子于仲便出奔荆蛮。他们在那里断发纹身，建造城郭，建立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古公亶父死后，季历继位，不久被商王杀害，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到了周文王的手里，周族蒸蒸日上，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周族日渐强大，但仍坚持韬光养晦，以取得宗主国的信任。商王纣封周文王为西伯，使之成为商西的一方之主，并委以征伐大权。这正合文王之意，于是周文王大手一挥，剑锋所指，伤得若干附庸国立即灰飞烟灭。他先是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等方国，随后又正面进攻黎、于二国，剪除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向的战略重镇崇，直接威胁商所在的别都朝歌，为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如此，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势。周文王时刻不忘商的杀父之仇，他韬光养晦，表面上臣服于商，暗中却一直在积蓄力量，加紧灭商的准备。在周原，周文王敬老慈少，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于芮两国的国君因国土问题发生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相互谦让，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相互让路。两位国君目睹这一切，非常羞愧，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于文王的德治。周人在文王的治理下日渐繁盛，但是天下仍是商人所统治，要成就伟业，文王还需要辅佐成就自己霸业的人才。《诗经》上有这个大雅的这个文王啊，专门是有一首诗来歌颂他的事迹。他应该是在周人历史上对最后为这个周人客商啊做了一个奠基性工作的这么一个周人的首领。周人的自解呢，就认为是他们受命是从文王开始，我周取代你商，是天命决定的，而这个天命呢，从王开始。所以这个也反映了文王在周人的心目中和周代历史中的地位。吕新哲，河南省长垣县人。吕新哲所在的吕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皮影村。作为吕氏五彩皮影的传承人，吕新哲耍了半辈子的皮影。如今吕新哲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寿辰，老人决定给村里人表演一出关于中国历史上一位百岁老人的故事。吕新哲的弟子从尘封多年的皮影箱中找出压了几十年的皮影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吕尚，民间一般叫他姜太公或姜子牙。夜幕降临，皮影戏台在村头搭好，一出文王拉车的皮影戏正在上演。文王拉车
是民间流传千年的传说，讲述的是文王李氏尊贤的故事。文王听闻吕尚隐居渭水河滨，一天便驱车前往。文王来到渭水南岸，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坐在河边心不在焉地钓鱼。文王见他只下鱼钩不上鱼饵，觉得十分奇怪，就与老人搭话。这位渭水钓鱼的老者就是吕尚。二人交谈中，文王见吕尚韬略盖世，见识过人，便邀请他出仕辅佐周邦。吕尚为考验文王求贤诚意，要文王为自己拉车方允登城。文王求贤心切，亲自为吕尚拉车，两人共离渭水。周文王得到吕尚可谓如虎添翼，此后内政外交，东征西伐，周朝的力量得以大增。一切条件成熟之后，周文王又做了一件大胆而又冒险的事，就是将都城从岐下迁走，在风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及封邑。自岐下东迁居此，周文王东进的意图已再明白不过。这样周族基本完成了攻商决战的准备，伐纣灭商只是时机问题。然而越是这样，周文王越是谨慎，他的威望大增，许多诸侯都来向他示好，但他十分低调，越发对纣表示恭敬，给纣进贡的财宝也越来越多，这就让纣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周迁都封的第二年，文王姬昌病逝，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武王，吕尚继续辅佐。如果说早期周人在周原的时候还是主要是打下基础建立根据地的话，到了文王时期继续向东发展，明显的就是为了取代商，控制这个东方这个版图。周武王即位，他以其父文王为榜样，继承前辈们开创的事业，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落实。他继续让吕尚任太师，另有周公旦、少公、毕公等贤人辅佐。这样，人才荟萃，各谋其位，周的政治如日中天，归附诸侯越来越多，力量愈加壮大。对比之下，商更加孤立。为更有利于进攻商都朝歌，消灭商朝，武王决定再次迁都，将周的都城由封迁至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南的镐。当文王和武王父子在夙兴夜寐地准备着这一切的时候，此时的商王纣在干什么呢？纣好酒贪杯，常彻夜喝酒寻乐，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他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池子，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林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纣身体强壮，沉迷女色，他尤其对美女妲己宠爱之极，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仗着自己的统治为天命所赐，远贤臣，亲小人，发明炮烙等酷刑迫害臣民。加以后世的笔墨描画，商王纣几乎变成了千古第一暴君。实事求是地说，商王纣并非只是残暴，继位之初他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些末代的这个君主好像都被贬得很低啊，其实末代君主啊，包括像后来明代的崇祯皇帝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个人还是很勤奋的啊，也很有才干的啊，甚至像很勇猛的啊，像商纣王
啊，史书上记载说他这个很孔武有力，很英武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毕竟资料也是还是很少的，而且现在从像史记殷本纪啊还有其他的时候东周人的一些记载中呢，这个商纣王都是一个比较暴烈的这么一个人。商王纣的荒淫无道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各诸侯都害怕纣，从而疏远了他。众叛亲离更加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整个商都一片混乱，神祇无人敬祭，宗庙无人管理，大臣偷奸耍滑，犯法者得不到惩罚。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到了这个份上，这个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对于武王的雄心，商并非毫无察觉，但长期的东夷之乱使周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东夷之祸一直是商的心头大患，纣继位之后举全国兵力进攻东夷，这场漫长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纣笑到了最后。但此时的商王朝国力已消耗殆尽，泱泱王国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东夷之乱对商的全盘牵制，造成了王国在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所谓顾此而失彼。纣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在西部的征伐中不断壮大实力。商与周，一个在一天天烂下去，一个在一天天好起来。武王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纣的反应，他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官兵。在黄河渡口，武王看见舟楫整齐，士气高昂，十分高兴。船行至河中央，一条银白色大鱼忽然跳进船中。武王说，殷人呈上白色，看来这是他们灭亡的象征，俯身抓起那条鱼祭天。大军上岸，忽然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从天而降，落在武王住的房子上，不断的转动，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的乌鸦，不断的鸣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吉兆，于是士气大振。周军长驱直入，直指孟津，恨透了商王纣的各国诸侯一听说武王出兵，以为灭商的时机到了，纷纷前往助战，竟然一下子聚集了800诸侯。但是武王发现几个大的诸侯没有前来，于是毅然收兵回师，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好像表面上看是要打，但是周武王自己感到天命还不足，就是自己还没有真正受到天命啊。这个详情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当时有占卜嘛，有什么现在没有记载，就是他觉得这还没有完全得到天命。当然也可能是他觉得军事的准备、力量准备还不够齐全，或者说他用这个行为试探性的看看啊，商王对他这个军事激烈行为有什么反应。他看到能看有800诸侯响应他，从中呢看到了天下的明星的归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周族人的兴国大计终于得以实施。又过了两年，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相信天命的周武王自然要占卜。结果，赵相说这次伐商并不吉利。武王正在犹豫，凑巧此时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横扫着一切。这更加重了武王的疑虑。武王再一次想起了天命，商是上帝委命的，我现在要伐商，天命可违吗？关键时刻，吕尚站了出来，
他说，纣此时已不堪一击，机不可失，请务必按原定计划出兵。吕尚鲜明的态度促成了武王最后出兵的决心。西周时期的文献，我们并没有见到啊，就是说真正记载到王克上有这么明显的这种天象灾异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东周的时候记得比较多，这关乎到中国古代占星术的发展的时间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确切的根据，知道西周的时候人，在占星方面、占星术方面有哪些说法，现在好像还没有，但是，文献上记载的那些，什么周武王。科昌的时候有好多有利于他的或者不利于他的天象，都有两种说法，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说是很有利的，有的说是没有利的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东周时候人后来一些追记，有甚至包括有些够利啊，未必是周武王时候的实际的情况。寇马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这个黄河岸边的古老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军事演习就发生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这里就是武王举行孟津官兵的地方。当年武王与八百诸侯在此会盟，仅仅两年后，武王与各路伐商的诸侯部队再次与此会师。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率领一支由战车300辆、精锐武士3000人和甲士步兵45000人组成的伐商军队从镐京出发。经过25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两年前诸侯会盟的孟津渡口，与前来助战的各路诸侯友军会师。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前来会盟的诸侯方国更多了，伐商力量因而更加强大。不少方国的国君都亲自带兵前来，总兵力已逾50000人。不料，出兵伐纣的路上又遇到一系列自然灾害。到了淮地，河水泛滥；到了共头，山体崩摧。经过行秋的时候，令人晦气的事又发生了。一阵狂风暴雨，大风把旗杆断为3节，接着又连下3天3夜的瓢泼大雨。武王于是更加犹豫，问吕尚是不是老天显灵警告我们天命难违，不可伐商。吕尚说，旗杆折为3节是老天提示我们应兵分3路，连下3天大雨是老天特地为我们洗去兵器上的征尘，杀敌的时候更为锋利。武王得到吕尚安慰，命令大军继续前进。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纣却盲目乐观，因为相信天命仍支撑着他。这时的老天爷还没有弃他而去，他早知周师进犯京师的消息，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恰在此时，征伐东夷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回京城，这让纣得意忘形，朝歌城里一片欢腾。朝歌张灯结彩，祝捷盛典，因此如何对付周师的事根本没有排上议事日程。庆祝征伐东夷的盛宴持续多日，直到周师兵临牧野城外，才惊散了商纣君臣的欢宴。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呢，自古就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啊，大家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武王克商从历法上是吧？这利用这个文献资料啊、经文资料啊，甚至这个。因为武王克商的时候呢，伴随着很多天象啊，这些天象有的是后人记载的啊，当然这个经过一定甄别之后呢，也有一些推算啊，那么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在前一段大家都一般都采用啊，很多学者采用这个夏商周代代工程的一个说法，就是应该是
1046，形成了这么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呢，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看法。发生在今河南淇县以南渭河以北地区的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从西周开始，牧野之战就在民间想象中流传，众多的传奇色彩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时间到地点，人们总在不断地探寻遥远历史真实的面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河南卫辉市的东郊，淇县和卫辉的交界地。我们脚下这片地方，就是过去呢3000年前著名的牧野之战的核心地带。这个当时呢，周武王呢从西边进兵，殷纣王呢这个从朝歌发兵，两军相会，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一场惨烈的战争。这个地方之所以叫牧野，在过去的概念里边，它是个宽泛的地理概念，邑外叫郊，郊外叫牧。牧外叫野，野外叫林。这个呢，史书记载呢，朝歌以南70里地是牧野之地。如今，这片开阔的原野横卧在黄河之滨的豫北大平原上。初春时节，绿油油的麦芽刚从田间探出头来，翠绿的棉田似浩瀚的历史长流。谁能够想象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载入史册的一仗？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武王率领50000灭商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而此时，商王纣的主力还在征伐东夷凯旋的路上，一时半会儿无法赶回救主。面对此种危境，商王纣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他担心战争时间的拖延会导致自己政权的变乱，这样暴烈无勇的纣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开赴牧野战场与周军决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当时一看，纣王一看对方过来了，一开始对他是他这个力量实力是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还对他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把他看在眼里，照样是我是用兵，这是在东夷那用兵。如果看到你对我的威胁最大的话，那我首先要把这一块要对付你的啊，这是首先是战略上的思想上不重视他啊。同时呢，一看对方来了，怎么办呢？就临时的拼凑了一支军队，那就是包括犯人也好，奴隶也好，都给他拼凑就是17万大军啊。那么17万大军我们说都是乌合之众。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的同盟山。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据记载，武王的伐纣大军行至牧野战场边缘的清水西南岸燕姬内地宁邑，就是同盟山一带，大军勒兵休整，各诸侯为表盟誓伐纣决心，将士都徒筑台设坛。阴历2月4日黎明，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誓师。武王高声隶属商王纣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告诉将士们，替上天惩罚纣的时候到了。武王的誓师言辞气吞山河，极富鼓动性，顿时士气大振。这篇战争动员令就是上书中的牧誓。中央音乐学院的雅乐团根据上古音的声韵调还原了上书牧誓的古音读法。铁皮谁他铁皮两个女王兄弟干子。战前动员结束后，纣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出现，他们就像一场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趁北方，地平他，你比牛，与他。
伤亡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方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朝般溃败。武王乘胜追击，直捣纣老巢朝歌。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牧野之战的正面交锋就决出了胜负。牧野之战的这个那么快速的啊，不堪一击的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主要是他的军队的人心所向。周武王是不是一定要战胜商？那还是仅就战役来讲，那还有未定数啊，因为当时这个商纣王的兵力并不弱，你数量那么多，结果就反戈一击，走着走，散了散。战争嘛，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后来叫守卫民心。首先你要出师有名啊，你能够代表民意。武王阖昌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这场他集聚天下力量之外，可能在政治上啊，在思想上他做了相当的工作啊。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战争的理念，我们讲要讲战争的正义性，所以这个思想就是啊，一直啊延续到我们今天。残阳如血，披头散发的商王纣带着残兵败将从牧野匆匆逃回朝歌城，躲进了露台。众叛亲离，商王纣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也许到现在纣还不知道，商人祖先信奉了600年的天命为何彻底抛弃了他。商人认为天命神奇，决定现实的一切，只要他们诚心地敬奉神灵，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就能永保天命，让商朝历久不衰，万世长存。笃信天命，直到纣灭亡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改变。夕阳斜照之下，周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团团围住了露台。他知道现在是插翅难逃了。商王纣穿上缀满玉石的宝衣，把平时搜罗来的珍宝都堆在身边，又在身边堆满祭祀用的凡柴。一把大火升起，纣最后看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的夕阳。600年商王朝跟着夕阳还有他一起沉入黑暗。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淇县城东8公里的淇河西岸的殷纣王墓。传说纣王死后，纣的儿子武庚遵照纣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河水，在河床上竖穴而葬。后因河道东移，河床日渐冲沙变低，纣王墓才露出堤岸。如今这座巨大的土冢在淇河之滨静静躺了3000多年，曾经的墓碑早已不存，后人又在此重新立碑凭吊。石碑虽巍然屹立，墓冢却荒烟陌头，精真丛生，鲜有人问津。喟然长叹之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商王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最终成为一个国破身亡的败国之君，这也是天命使然。殷周这场置换啊，就是周人克了商，称为周武革命啊。革命这个词儿其实也是啊，我们后来还在用啊。革命就是其实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天命观的表现吧啊。因为这个啊，代替了他来受到这个接受了天命。
这里是距离殷纣王墓80公里的武王庙。武王庙坐落在霍家县同盟山的最高处。周灭亡后，七雄纷争，战乱不止，人们缅怀过往，思念武王伐纣功绩，便在同盟山上建武王庙，以感受武王伐纣军当年波澜壮阔的誓师场面。如今，每年的2月19这天，都会有大量的香客来此祭拜，纪念武王，因为就是在这一天，武王踏进了商都朝歌城。武王进入朝歌城后，在商朝太庙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武王宣布接受天命，取代商王朝的统治。他告示商人，商王纣的残暴统治使上天改变了心意，他诛伐的只是纣一人，而不是全体商人。他希望商人接受周人的统治，安居乐业。4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祀，向列祖列宗告捷。一个新的朝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亡，留给我们后人久久的思索。司母戊大方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人为祭祀祖先而铸造的。如今大方鼎还在，商政权已成为历史。商周王朝，尽管好从看来是先秦时期的两个王朝的更替啊，但是中国的先秦历史是比较波澜壮阔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西周王朝代替的商王朝的话呢，有好多这个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讲啊，比如说在政治上。这个首先这个国家的这个结构形式就不太一样，商王国的这个是一块领土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周人克商了以后啊，就是不单占据了他商王朝原来的领土，而且周人有这个更大的气势，就要控制更大的领土，是吧？所以采取了这个封建啊，这个封建在周武王时期呢，实在说周武王就开始了啊，周武王起码是有这个思想，而且周王朝的这个封建制也使得这个后来的这个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商周王朝的更替啊，由于后来政治制度的推行啊，有很大的变化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在思想文化上啊，周人的这种天命观是商人所没有的。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却最终克商而建立了新的政治权威。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促使周人追寻历史性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轰然倒地？天命可靠吗？《诗经·大雅·荡》中，周人借文王的口吻给出了答案：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也未必善终。夏代失天命，灭亡了；殷商不以夏代为鉴，也灭亡了。上天是夏民的领袖，天生重民，为民立君。上天看重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你们不珍惜，咆哮于中国，所以上天改变了当初的承诺，毁灭了商朝。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周人认为是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因此要永保天命，必须以德配天，注意敬德保民。周人在总结商人被灭亡的原因和教训时，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相对应的一些治理方式，由此他就打破了这个商时期呢，一昧的只相信
啊，神的那个决定性因素。他不单是说这个自己受到天命来统治这个天下，而且他对于你能不能得到天命，还有一个德的标准，就是要求自己的这个周人自己啊，周人贵族啊，要尊奉这个德行，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得到天的保佑。因此照我看来，用一句话吧，就是他的那个宗教观进一步的政治化啊，来为政治服务啊。那么这种天命观对中国后来的历代王朝都有深刻的影响。周人的上天是自然界，即龙盖四野的天。在周人看来，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他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为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以德为标准来为人民选择君主。正是这一朴素的看法，破除了此前神权至上的观念，开始了对人自身努力的关注，对敬德保民的敬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此看法作为警示名言一直昭示后人，天命即民心，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抗，失德者必亡。这幅著名的汉代画像砖记载着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万分虔诚地向先王祈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周武王去死。周公将祈祷的册书装在金藤之柜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然而周武王还是去世了。太子宋即位，是为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但周成王并不相信周公，致使周公退隐东方。周公的退避消除了周成王和大臣们的怀疑，然而叛乱随之而起。在周王朝遭遇天灾人祸之时，周成王听说了周武王病重时周公的祷告，并亲自打开金藤之柜，取得了周公的册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终于感化了周成王，由此开启了周公辅成王的千古美谈。